地道十三香，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天天饮食》。今天我们和曲浩曲大师来学一道什么菜？莴笋炒肉片。这是一道做法简单的家常菜，莴笋咸鲜宜人，口感清脆，肉片滑润细腻，就连厨艺菜鸟也能做出这般好味道。制作莴笋炒肉片需要准备的主料有莴笋、通脊肉，辅料有红尖椒，调料有姜蒜、酱油、水淀粉、料酒、葱姜水。首先啊，闲话少说，咱们边干着。是。首先把莴笋啊，我们通过这个削皮器给它给把皮削了，是吧？在莴笋炒肉片这道菜里，其实我们对莴笋的选择并不是一个特别需要费心的事情。对。就是普通的应季莴笋都行。对。嗯。你看这莴笋非常好。嗯。很绿，是吧？嗯。这个待会儿我们这个莴笋皮我要收起来。哎。还有用呢，我现在还拿一个东西把它装起来。一会儿还有用，现在先不说。嗯。好。好。行了，收一收啊。来，最后呢，我们开始切了啊，把这个切成什么呀？哎，切成象眼片啊。所以斜着先切成大的厚片。厚片。嗯。嗯，拿过来再这样切啊。哎，切成片。你看，从下刀开始，我们就得体会了啊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有时候在家炒，心里头想着别的事儿，切厚了，切薄了，手底下也没个准儿。对，这你能来来吧？我能来来，太能来来了，就想等着您这句话呢。你别说，这刀工见长啊，刀工见长比以前强多了。停，不能夸，不能夸，千万不能夸，夸了就有问题了，这将就了，将就了。在这里头。再来。哎，这一点又是关键点了。又怎么了？要是跟家里做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哎，有人一炒这莴笋炒软了，不是特别爱出水。哎，爱出水，咱们要吃爽脆啊！怎么着？怎么办？哎，我们往里加点盐。加点儿，在这个时候加点盐。加盐，这又不是肉要马味吗？没，这腌腌，腌腌让它入入味，爆腰，按咱老北京话叫爆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腌它就出水了。出水了，一会儿我们清水再一洗，炒起来就脆了。好，抓一抓。这边腌着它。这需要多长时间？也用不了多久。这个用不了，用不了10分8分就切。待会儿会出水吗？哎，会出一点水。我们会避掉它，对不对？哎，不，拿清水洗掉它。哦，洗掉它。好。下面我们开始切肉啊。肉呢，你比如来一块肉，这肉有点大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中间斜抹一刀，就变成什么了？这叫小柳叶片了。当你得到这个指令说切柳叶片，你就知道今天肯定是一个小炒这样的菜，对吧？也做不了别的那种其他的菜。那您最怕听到他说切成什么呀？什么是最难切的？切成小粒儿。不过现在就简单了吧？现在有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后厨也能用一些什么绞肉的东西，或者是这个机械的东西？但是你说切粒那绞不了啊。对，切粒儿还是不行的。对。好，肉切完了。肉切完了。柳叶片。然后我们给它要把把味啊，加点料酒，去去腥。来点儿。葱姜水，来把这个料酒和葱姜水，来给它抓匀了。来抓匀了之后呢，来然后我们来一点点盐。一上了盐，它就该变黏了。哎，要上劲儿了。这个马味的过程，在炒肉片这种普通家常菜里面，实际上也还是很讲究的哈。对，您看现在您下盐的多少，其实就是一个讲究。哎，让它有一个基本味道啊，基本味道。多了呢，那就咸了。对，我们最后呢来点这个淀粉。但是呢，你看我这肉刚才煎完以后，抓完以后感觉很黏了。虽然我加了，你看两勺葱姜水啊，料酒两勺，是最后它还是全吃进去了。就这么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做出肉比较嫩？就这点水分全吃进去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比如我加干淀粉，干淀粉要下去，现在就黏上加黏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下点干淀粉，我得拿点葱姜水，把这淀粉给它切开。对，要不然就太黏了，太扒住了，互相。哎，把这点淀粉给它卸开了。
操，还可以这样。对，切开了以后，你看没有，我们再跟这肉融为一体了，你看啊。这又是一锅盛，哎，一锅盛了，省得在另一个碗里做了。不占家伙事儿。所以今天这个菜做完的那个叫大师感，是说莴笋绝不会给你出汤，对，肉绝不会给你炒老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再切点配料啊，配料呢，我们用点这个红柿子椒，呛出点漂亮颜色，哎、小尖椒是吧？小尖椒，哎，最后切成小小菱形片，跟我们这个莴笋配上是吧？哎，小片。真精神，这么太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切点蒜片、姜片。嗯，对，这两样也是不可少的，在小炒里哈。对。有蒜有姜，怎么没有葱呢？哎，这就不用葱了，我们有葱姜水了。对了。姜我们切片，切片呢，我先把这姜的外围的东西先切一下，让它规整规整点。这个呢，你比如说我切大片啊，你觉得有点大是吧？我们可以给它什么？哎，斜切成三角片。我在家就老想不起来有斜切这件事儿。哎，小三角片配上姜、姜片、蒜片，多漂亮哈！哎，这个时候你看，我们这个剩了一堆下脚料，这下脚料，俩、葱叶子、姜边啊，是吧？有点蒜呀、有点什么香菜根啊，哎，这些我们熬一个葱油。哦，然后一葱油就可以了。有的时候真的就扔了。对，所以呢，你看没有？我们给它简单的切切，把这个切碎了。那以后很多时候都可以这么弄啊，很多下脚料的这种辅料都可以用上。来，点火，烧一点点油。好嘞。来，我们分成几堆一堆的，最后把这点葱，我们顶刀给切了，也是切成小粒儿是吧？顶刀切，对，那个这个姜呢，它不容易糊，所以可以先放姜啊。姜，您刚才说了它不容易糊，其实意思也就是它不太容易制成，需要时间长一点。对，它时间需要长一点。它现在它在使劲的出水了，泡差不多了，哎，油温上来了，这时候我们再把蒜放下去。蒜的水分也大，是吧？稍微扒扒它，让它这个水分挥发挥发。按照这个特点顺序下。哎。那然后再把香菜汁儿。对。再放下去。肯定是葱最后。葱最后，因为葱叶子很薄，很容易炒，就是炸焦糊了。看。最后呢，葱是最多的啊，突出这葱味啊，最后把这葱下去。这个炸的基本上的名字就是葱油嘛，葱的量要掌握的多一点哈。对。大家看，现在这个已经终于能看见里面的内容了，刚才完全被盖在泡底下。对，现在这点葱姜啊蒜全出来了。好厉害啊！我们这儿备个碗，来，我干吧，这事儿。好，现在这个火候很重要了。哎，现在就可以了啊，我们把它倒入碗中。哎呀，这个香啊！是的，哎，香味全出来了。真的太香了。所以这个油好清亮，看而且这个东西别扔了，我刚想说还得利用。没人吃包子，吃饺子，吃馅饼，呱呱一剁馅又进去了，真的是又炸了油了，又做了馅了，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太好了。因为这东西从地里长出来多不容易是吧？到我们这儿当当两刀垃圾桶了，珍惜，放在一个盘里留作备用，这也可以留着。这个时候，你看啊，雨川，你看这出了很多水，哎，真的，淹出水来了，是，淹出水，出汗了，我们把这水倒掉，把水逼出去了之后，我们放清水，给它再洗一洗，洗洗，哎，把那点刚才码进去的盐，其实也是洗，哎，把盐洗下去，是，雨川，咱们火又来了，来点纸，我们来点纸，是不是要沾沾这个上面的水？沾点这水分，好的，来，我来，把它倒上来吧，对，你就倒这一边，哎，这边我沾沾那水分，是吧？好。哎，我们给它盛到这里头，控制啊。好，锅烧热了，热锅凉油。你看，就这点，咱们耗点葱油。哎，我们把这什么呀？把这肉片给它划熟了。哎呀。那么你看，这肉里头带着葱香味了。
菜，徐师傅是在油温比较低的情况下把肉片放进去的。滑油的过程呢，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肉片把它先弄成熟了。对，看筷子就是为了扒拉扒拉不让它结团。哎，这就齐了，看肉变色了啊，变色了。哎，我们到这儿还把这油还回来。这回这个葱油里就有肉香了，肉香了。你要再回来点儿，直接炒莴笋了。炒莴笋了没有？咱们先炒小料，姜片、蒜片啊。一定要把这个姜蒜一定标着，有点什么，有点黄了啊，有点焦黄了。哎，你看上点焦黄色了，这时候再放东西，再炒。这煸的目的就是为让它出香，出点香味儿。如果没煸透的话，就等于白搁了。是，然后把这辣椒的味道要出来。最后把这个沾干水分的莴笋片放进去了。哎，这个时候我放一点点的盐，因为本身它里头有盐了啊。这时候少来点料酒，来点酱油。其实大家看调味并不复杂。最后把这肉放下去。其实呢，酱油的这个加，加个酱油是不是主要也是为了让肉片上一点颜色？对，有点那北方人嘛，他愿意看它有点颜色，是吧？愿意看见那种白乎乎的肉的感觉，对。最后翻炒均匀了，最后来一点点淀粉，一点点。好嘞，哎，顺着锅边晃勺，让这点仅有这点汤汁挂在这上面，更丰润更饱满，是吧？好，现在炒好了，出勺了啊！这时候我们关火啊，看出锅了。你看那一点点酱油放在这个跟肉融合了以后，这个颜色啊，哎，当然了，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，哎，它有点银红色的，哎，银红色。哎呀，这个最后这点的勾芡是必不可少，对吗？要不然它有点什么呀？有点水，水一下去，蒸汽一挥发，你看这肉啊，干不成裂，这没有那个润的感觉了。本身呢，这个肉片我们就经过前面的几个步骤的处理，已经能够保证它嫩的口感了。对，最后这点芡呢，也目的就是说把所有这点调料，其实加的调料你看就这么一点。对。都让它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进了味儿，对，全吸进去了。因为这莴笋通过我们的处理，没有那么多水汽了，对，所以你看下锅的时候，它不会出那么多汤了啊。最后，仅有的那点汁儿，用这点淀粉全拿住了啊，全挂在每个食材的表面上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后要为什么使这点芡的作用，就是在这儿。莴笋炒肉片的制作方法是：第一，莴笋去皮儿，切像眼片，加盐腌制片刻，用清水洗净，用吸油纸吸取多余水分。通脊肉切成柳叶片，加料酒、葱姜水、盐、淀粉腌制上浆备用。第二，热锅凉油，放姜皮、大蒜、香菜根、葱叶，小火炸成葱油。第三，另起锅，将肉片滑熟捞出，锅留底油，煸香姜蒜片，下红椒爆香，依次放入莴笋片、盐、料酒、酱油、肉片，翻炒均匀，勾芡即可出勺。哦，别忘了，对，除了学菜之外，今天我们刚才我特意留下了，屈师傅在削皮的时候，这莴笋皮，哎，通常肯定也是扔了，哎，向您学习下脚料，我们也有妙用，来学一招。好，莴笋的吃法很多，但对于莴笋皮，大都会被扔掉。其实您有所不知，莴笋皮做好了比莴笋肉还要好吃，还要抢手呢。巧拌莴笋皮需要准备的原料有莴笋皮、剁椒、大蒜、生抽、米醋、香油、白糖。做法是：一、莴笋皮洗干净，切细丝，放入开水中，倒少许盐和色拉油，焯水后过凉，沥干水分备用。二、用蒜末、剁椒、米醋、生抽、白糖、鸡精一起调成碗汁。三、将碗汁倒入莴笋皮中，拌匀即可。经典中国香，地道十三香，由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天天饮食经典菜谱》，现在就送！点击官网、微信、微博三个方式下载，一天一道得意菜。